中华台通电子公司要关怀着社五日在慰问活动，是来透过中华市公所的协助，捐助这100户的病人户，每一户3000块的慰问金。台通电子嘛，希望哦由企业来做起，替社会甲弱势家庭贡献心力。伫咧五日加一进前，甲爱心送到每一个需要帮助的人身上。中华知名电子公司每到春节等等重要节日，拢会捐赠慰问金予弱势族群，尤其是政府资源补助较欠缺的社会边缘户。端午佳节来到，这间电子公司嘛透过市公所协助，发放30万的五日节慰问金回馈地方。捐助30万的这个慰问金，咱台是掌声给咱台通电子，也来鼓励感谢。咱非常感谢咱台通电子公司，伫每一年咱的这个过年时阵、清明节、端午节甚至中秋节呢，拢会来做爱心来关怀着咱的弱势边缘户。那么今年呢，伊也特别呢来提供着咱的这个急难救助的边缘户呢。总共有这个3000块呢，100户吼来关心着因的这个端午节，会当给因一个加菜金吼。非常感谢企业成功以后会当回馈咱的乡里，咱用爱心来表示上大这敬意，和咱中华市民拢能过着一个安和乐利、快乐的这个端午佳节。领取慰问金的民众拢充满感谢，市长嘛颁发奖牌，肯定企业做公益的爱心理念，和中华市处处充满关怀温情。大中华新闻，陈文清，中华采访报道。